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了，包含这个西班牙在地呢，有许多地中海沿岸的多个国家近日是遭到这个热浪的侵袭，也导致这个森林大火，让消防人员是疲于奔命。那么气候炎热呢，加上干旱的关系，也导致各地是炎火不断了。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国、希腊还有意大利的消防队员们目前仍旧持续跟大火来奋战，其中呢又以这个西班牙的状况是最为严重的，而光是在这个加泰隆尼亚呢就有超过30处的火场。另外呢，这场野火虽然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是呢欧洲已经超过1000人热死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